感同身受。他觉得我，他觉得我很好聊，他觉得我个性比较好，他有讲。嗯。哎，这个先拍一下，我们要录啊，我们是要拍的。哎，你很奇怪哎。Check check。哇，这好仔细。我可以问个问题了吗？好，光夏姐姐刚刚在上台之前非常担心我要拷问她问题，因为我今天早上在饭店的吃早餐的地方遇到她的时候，她非常担心我会乱问她问题。我当然不会乱问了，我应该要帮歌迷拷问一些他们应该要得到的答案，对不对？好，现场是光夏的歌迷的请举手来，并且发出一些尖叫。好，既然是歌迷，应该可以回答一些我刚等一下要问的问题，比方说光夏姐姐上一张专辑是什么时候？是不是很久了？中间她有两首歌得到了金马奖，对不对？对，然后她继续做了很多配乐，对不对？那下一张个人专辑在哪里呢？我只要问这个就好了。好难，有在偷偷准备这件事情吧。我觉得如果说有听我的音乐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我就是自然主义的，就是希望从生活的细节中累积。哦，真的。那应该有累积出一点东西来了吧？现在，我现在觉得公开逼供感觉有点好玩哎。从今天晚上开始。真的吗？回去吗？立刻开始写歌。那大家没事就绕去他的粉专或者是他的 IG 上去留言说，哎，最近累积的还好吧，对不对？好。而且要不顺便介绍你今天的编制有点不一样哎。今天我为各位介绍我这几位我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乐手。然后你看到这位小帅气小提琴手是完弦四度团长黄伟俊。后面的是钢琴小天才叶振廷。然后在右手边很多人也许记得，就是我们以前常合作的池田新弥 Kinya。 然后在这旁边这位是徐先生瘦瘦。好，今天这个特别的编制应该可以为我们带来全新耳目一新的新的演出，那我们就把时间交给你们咯。好，谢谢。